一口，我喂你。我真的不想喝，真的。你尝一尝嘛，我喂你。我真的不想喝。就一口，尝一尝，尝一下。我不喝。你听不懂我说话。苏阳，你的头靠近糖的近一些。对对对对，再近一些。非常好。对，再近一点。哎，好，亲密一点啊。非常好。再来一个啊。好。两个人对视，对视，深情款款。对对对，完美。OK。两位老师辛苦了。这样，我们调一下灯光。谢谢。啊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哥，喝点水吧。我累了，让我自己待会儿，我不想喝东西。子阳哥，子阳哥，知道你最近辛苦，我特意让阿姨煲了些汤给你。没关系，我真的不喝汤，现在，谢谢。咱们俩之间哪用得着说谢？我阿姨呀是广东人，煲汤啊一绝，给你尝尝。我现在不是特别想喝汤。我想自己待会儿，你让我自己静一下，行吗？咱们就喝一口，一口好不好？就喝一口，我喂你。我真的不想喝，真的。你尝一尝嘛，我喂你。我真的不想喝。就一口，尝一尝，尝一下。我不喝。你听不懂我说话？你干嘛呀？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。喝就不喝呗。哎，小唐，小唐。什么婚啊！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们俩现在是 CP。我说了，我不想喝，他一直在烦我。你不知道我累的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吗？啊，我在公共场合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别气了，我知道我们是 CP 的。对外，我们是 CP 的关系，在私下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行了，这么多人呢，你把戏演得真一点，能死啊？镜头前演的够多了，镜头外我不想再演了。你最近做了多少错事？公司一直在帮你解决。你做这个职业，就要承受这个职业对你的束缚。难道私下里我也要配合吗？我不能有我自己的生活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大家准备拍一下最后一组照片哈。糖糖，上。哎，那个，稍等一下啊。你别动我。苏阳老师，你看糖糖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下啊。啊，好。不错了，行吗？我向你道歉，祖宗，你赶紧把照片给我拍完，快点。你先去拍照行不行？祖宗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认错，你先把照给我拍了，行不行？拍完照就收工成吗？你到底要怎样？这一组我不跟任何人搭档。邝姐，那个这组拍完之后，咱们就转场到真人秀现场了。这个是通告单。好，可以，你去吧。他自己拍一组单人的。好，非常好。好了吗？来，孙杨老师。哎，特别好，换个 pose。OK。哎呦，这个表情特别好，好，完美。